李千娜母亲节牵 Echo 晒恩爱。是的，31岁歌手李千娜母亲节在台北西门町举办新专辑《说实话》签唱会。单亲妈妈的她为了一对儿女，照样上工赚奶粉钱，真是位孝母来着。只见她超认真的帮粉丝签名，还起立道谢呢。Oh my god！签唱会结束后，换上便服的她在新宿大楼附近下了车。只见她走进咖啡厅，有个熟悉的面孔在等待。哎，这不是口技达人男友 Echo 吗？之后两人一起去找友人进行 double dating， 四人吃饱饭后一起往捷运站的方向走去。等捷运时，两人都不断用手机，连在捷运上，也一直在当低头族。不过一下车，李千娜就紧紧勾着 Echo 的手臂，看来两人感情蛮稳定的哦。娱乐动新闻，讨厌啦，等人家一下嘛，报道。